了。爪子。爪子，这个钱是我的。我捡了。你捡了嘛，是我掉的嘛。我捡了就我的。嘿，你这个小子，今天我不收拾你，我。喂，师傅，哎，这是爪子，爪子，爪子。二干什么？站住！怕啥子怕？爪子。橘子给弄烂了，想跑？啥子橘子？啊，橘子嘛是小娃儿弄烂的。你幺儿弄烂的橘子，赔钱。这啥子我的幺儿，我认都认不得他。那你俩也是耍这么开心的？哼，你编嘛，编嘛。我这，哎，你抓走，我来帮媳妇。来来来，快放手嘛。那一块钱够了吗？那也差不多。哦，大家来哈，免费吃西瓜，免费吃西瓜，免费吃西瓜送西瓜。我们的规则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只要你一口气能够吃一个西瓜，我就送大家一个西瓜。哎，如果是你一口气吃两个西瓜呢，我们就送你两个，反正是以此类推，吃得多送得多。但是，只要你吃不完一个西瓜，你要把吃了的西瓜买回去，买回去。啊，来来来，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啊。啥子哦，哪有一口气吃完一个西瓜的哦？是噻，天上又没得白吃的午餐，你是不是搞啥子玩意儿卖东西的哦？我来吃，我来吃一下。喂，不得行，男的不得行。我们的规则是只有20岁到45岁的女的吃才得行，男的不行。走走走，他走，这个鸡巴弄那么多条件。就是，肯定是骗人的。走位，走位，走位。走走走走走。哎哎哎哎，宝宝，回来回来，等回来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商量，商量。哎，抱歉，我们这个样子，标准是不是高了点了？这个标准不高，咋会讲我？我们要是这个样子，连选手都没得，就更不要说参赛资格了。那咋办？你吃了多少斤？我最多吃7-8斤。你吃那么多，不能以你的标准来，以我的标准来。你吃好多？我也不晓得，反正我们就这样子，到时候就吃得过我的，我们就送西瓜。要得，啊，好走。现在我们的游戏规则变了。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只要吃得过我的，我们都统统的免费送西瓜。现在开始，开始，成。好，大口点，大口点，多吃。这个。嗯，哟喂，才吃了几口，这个好简单哦，快点我们去吃。小子儿，跑哪儿去了？还能白跑一趟？哦，西瓜都吃完了，现在人没有。我呸哟！选你个铲铲！啊，你跑哪儿去了嘛？你就吃了两口，你就来跑。他们的人些看到你吃两口，都跑来吃两口，把西瓜给我抢完了。哟喂，连西瓜刀都给我抢了，你就是老天爷派下来的扫把星、扫门星，你是我极品，绝对的极品。哟喂，我咋遇到了你？我还给你贴了3000块钱买家具，你说你要帮我赢家具？赢你个铲铲，我更恨不得一巴掌来打在边头上，扣都扣不下来。哎，抱歉，哎，你不要生气了。这样子，我出钱，我们再去买一堆西瓜。老二管你咋子，快走嘛！哦，好，走。西瓜卖完了，啊？西瓜卖完了，卖完了。哎呀，这两个我卖了，哎，这两个不卖了。有瓜不卖，故意装怪兽。这两个西瓜。我要丢给我女儿吃的。哟喂，你女儿吃得了好多点嘛？我女儿吃好多，我女儿从小吃西瓜长大的，一口气可以吃2-3个。啥子？吃2-3个？你女儿好大哦。
二十二了，二十二，啊，哎呀！一百块钱，哎，我西瓜妹儿，她是一百块钱嗦。哎呀，一百块钱已经够可以了。我们平时请我们村上的老年腰鼓队跳一天，二十个老妞儿才一百块钱呢，硬是跳了一狗凳子都是劲。那边一百块钱请你，你享受的是明星待遇哦。并且我们请你去只是吃西瓜表演，这个价钱已经相当厚道了。两个老年朋友，啊，看哪儿，说的就是你们两个，但是喝起小妹妹耍嗦。我晓得你们找我干啥子。就是去参加那个艾伯加斯吃西瓜比赛嘛，那个第一名是奖励4999的家具，你们才给我100块钱，还好意思说厚道？哼！哟喂，妹妹，你咋个晓得的？因为有人比你们先来。啊，我不晓得的，来。看到没有？这个眼镜哥哥一个出500我都没有答应，你们这才出100，哼！耶。东西好烫哦，改个手就改出了两个竞争对手嗦。妹妹，我跟你说，他们才给你100块，哎呀，你还嫌我出的少？在这个世道上，我这么厚道的人已经不得了。做人要厚道，啥子是样子？啊，你来扰乱市场经济，晓得不？啊，你给500，我看你像屁儿般。妹妹，我给600。哎，你总要分个先来厚道噻。哦，乱喊价说。我出700，800，哎，我出1000，我给1000，我出2000，我给3，他啥子？你打啥子？王宝强，你疯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演员费用我最多出500块钱。哟喂，铁哥你算得来账不啊？那套家具是4999，就算我们出2000多，我们还是挣钱。哎，挣钱。挣钱只能是跟你挣，也不是跟我挣。哎，铁哥姐，你把谎话说，是我给你垫了3000块钱哦。王宝强，我铁哥你不是不想帮你，我觉得做人还是要有底线和原则。我铁哥你的底线只有500块钱，我王宝强的底线是3000块钱，那你把3000块要还给我。嗯，只有500。还3500，还3500。你看他们现在意见咱没统一，明显不得诚意噻。你不要考虑了，我现在就给你钱。等两天我们赛场上见。拿了，2000。哇，我老汉儿要卖好多西瓜，挣了那么多钱哦。还3500，还500。好，我马上还你500。啥子还五百？还3000。算了，500。老年朋友。不要在这儿吵了，我鸡都被你吵到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位亲已经付款了，你没得资格了。哟喂，就怪你，看吧，钱都给了。啥子怪我王宝强？哎，这个事情要怪你自己太没了，怪你太抠了。啥子我抠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那是吧？你看吧，这丫头儿咋办？两位，你慢慢吵，我就先走了哈。你不别你跟了，你看吧，他是咋子安逸了？这样子啥子叫啥子？妹妹，这两天你还是去帮你头发整一下嘛。你这头发我看到好伤心哦。你这个都不像我老婆嘛。我这个发型咋个就让你伤心了？是嘛？你这头发人不像人，妖不像妖，简直就像个人妖。跟我两个气质一点都不匹配，人家会以为我们是假夫妻。你才是个人妖，土包子。这个是最流行的三马特。哎，妹妹，流行它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噻，对不对？流行感冒就不好噻，流行病毒也不好噻。哎，你们这些小妹妹，一点审美都不懂，咋个难看咋个整，好难看、啊。我的发型难看？嘿，你连发型都没得，哼，更难看，土包子。哎，是呀，子，你网子比我们多长了2只眼睛，这么漂亮的头发欣赏不来。你看这头发好美哦，好前卫，好时尚哦。哎呀，妹妹，你这头发红得来啊，好像那块白的爱情的湖。我要给你的头发唱一首歌。我的热情哟喂，好像一盆火哦，燃烧了整块的沙漠。
妹妹，我跟你说老实话，我做梦啊都想要弄一块你这样的发型，你连三万他都动不起，你还跟妹妹合作？妹妹，我跟你说，你根本就不用换发型，我还要弄一块跟你一样的发型，我们来合作啊！对的，妹妹，这个能不能合作啊？不光是钱的问题，还要志同道合。我们很欣赏你这种杀马特的发型，如果是我们一起合作的话，他王宝奇马上就弄一个杀马特的发型来配合你。沈娘子，我这个发型啊，杨子，爬开，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事情。土包子，有钱了不起嗦，拿去爬。你不跟我俩合作，你跟哪合作嘛？我跟他们合作，我还免费。免费啊！一群宝气，啥子一群宝气？就我一块。现在是越看你这个发型越巴适，真的呀！哎呀，你真的没有想到，西瓜妹居然给我们免费！你晓不晓得他为啥要免费？为啥子嘛？全靠我配王宝奇的魅力！啥子哟？是我骗过你的魅力！今天是一块好日子，因为明天还是好日子，我天天都是好日子。哎，宝宝，哎，听我讲，外面我给人家弄那个西瓜妹的头发。哟喂，我跟你说嘛，今天我看到他那个发型啊，你是人不人鬼不鬼，好恶心哦，好想吐哦，恨你恶心也想吐，我看到我也恶心也想吐。我这个样子，我们为了得冠军，后天我们就早点起床，提前他两三个小时，直接到理发店把头发一做，就直接去参加比赛，参加完了过后再把头发弄回来噻。对，弄回花絮就看不到了噻，不然花絮也不能干。哦，老大了。哦，对了，哎，你回去后这两天你不要吃任何的东西了，把肚子和你的浑身的力气留到起，等你参加比赛。我要饿了嘛，我要。饿嘛，为了得冠军的话，你懂噻。那对空，对空，只能吃点牛脂食品哦。那牛脂食品是病人吃的，你喝点水就行了嘛。哎，宝宝，你那么心神抓住，记得后天在村头八点钟，把闹钟搞起哈，我来搞闹钟。搞闹钟。今天是一块好日子，因为明天是好日子。把钱把手机拿给我用哈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哎呀，你把灯给我关了嘛，我先睡了，在这儿。哎，要得。明天是星期六，又不上班，他把闹钟设起咋子？这个宝气。喂，幺妹儿啊，啊，我们约好的哦，明天打麻将哦。哦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哈哈哈哈哈。哪家的问题在叫嘛叫半天？又不得吃点饭了吗？哟，八点半了！哎呀，金铜火车照啥子嘛叫？我闹钟咋没搞呢？哎呀，我给你取消了。哎，你咋不消呢？今天不上班的嘛？对了，我今天要加班。哎呀，我搞忘了。哎呀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嘿，这个人慌啥子慌？手机都没拿。王宝奇，你来搞啥子名堂？我在村口儿来等你那么久。哟喂，花喜就把闹钟给我取消了，你早点来喊我嘛。我跟你说啊。
你关键时刻掉链子，都来不及啊！我快走嘛！拿块钱慌啥子？手机都没了。哟喂，洗脚，外面好冷哟，一穿就睡衣就穿了，铺盖褥再围一下哈。进去。哎呀！王八钱，今早发生的，你给那个特工姐慌慌张张到哪儿去？到哪儿？到哪儿嘛？哪儿？那儿是哪儿嘞？家具厂。我跟你说哈，王宝奇，你跟我想好哈，机会不多了哈。哟喂，这个铁公鸡找我有点事情。哦，你不要跟我说，你又帮他去买家具哈。我跟你说哈，我满屋头的家具都还没买哈。哎哟喂，不是买家具，真的是有急事啊！要我有车，铁公鸡喊我，我把他拉起去办点急事。急事又不是生娃娃急事。对的，就是生娃娃。哎，生娃娃？哪个生娃娃哦？刚完蛋的肚子还不得我大，生娃娃有点乱说。哎呦喂，我没有乱说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对了，我跟你说吧，铁公鸡喜欢刷微信噻。刷微信抓什么？我他刷微信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女网友。哎呀，有一天啊，他们就约到出去喝酒。对的。喝醉了，喝醉了呢，就发生了些不该发生的事情，晓得不？哦，后来这个女网友呢，肚子头就有了，哎呀，有嘛就有嘛，她鼓捣要把这个娃娃生下来。啊！铁公鸡把那个女网友的肚子整大了。嘘，小声点，小声点。这个女网友也不是啥子好东西，哦，生活作风不检点。哎呀，这个娃娃是不是人家铁公鸡的现在说不清楚，今天那个女的要生娃娃了，铁公鸡慌得要去看一下。嘿，王宝奇，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哦？我觉得咋个你在编故事哦？哟喂，编啥子故事嘛，我又不是编剧。你看铁公鸡好着急哦。哎，我在想哦，铁公鸡有可能在经济上犯点错误，哎，没想到生活上也出现了问题啊。哦，铁公鸡现在生活作风就是有问题，千万不要给刚完点说，更不要到外面去摆，要是这个事情说出去了，捅大娄子。好了，我走了走了，快上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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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跟你们花旗手在屋头说了那么久，没什么坏话。哟喂，我咋可能说你的坏话嘛？我又不是张麻子。那我为啥子打了那么多喷嚏？天气冷，你感冒了。你给他保晒晒，你快点走，上车了，快点。哎，师傅，好了。师傅，好了。哟喂，把我整成街坊狮王了，我叫狮子狗。哎，铁公鸡，铁公鸡，哎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跑哪里去？吃啥玩意？你啥东西？面包，我饿了，我饿。哎，空气不行，这气吧。又不是。宝姐，我觉得你这个发型多适合你的这种气质，是不是啊？但我觉得你衣服好像没变啊。哎，衣服没变。哦，对的，蓬松的头发一定要配一件蓬松的衣裳。我车上有火山羽绒服。来，走。哎，师傅。请付钱，一百三，一百三啊，不贵了吧？给钱，你弄头发我给钱，要喂，3000块钱我都帮你垫了，一定是你不给，把3000块钱还给我。哎呀，你弄不都废话我。
唱啥子嘛，快点嘛，是。哎呀，马上马上，做啥子急嘛？你是输了好点钱嘛，点心慌怕啥的。等一下，晓得那张牌对我有好重要不？考虑一下，五秒钟。等的就是这张红旗队，我是一只玫瑰花，有句话要对你讲，哈哈，看懂。哎哎，花喜鹊，我跟你说，这张牌我是不得打的哈，我是不小心掉下去的，把你牌抽起来，快点儿。嘿，抽起来，我牌都倒下去了，还抽得起来嗦？哎呦，你看着，看我牌过大了，红旗队，你喊我抽起来，你想反悔了嗦？哎，啥子反悔哟？我跟你说，来，你们给我看一下，看我那个牌靠得好好子的，我咋个可能把那个五筒打得出去嘛？你再想胡牌嘛，你不能鼓捣乱来噻。嘿嘿，哪个来来？你不把五筒打出来，我咋晓得你个五筒呢？哎呀，你硬说刚豌豆，今天下午赢了那么多钱，出来学算啥子嘛？哎呀，你硬是牌品太差了。啥子呢？我没得牌品，我们在座的四个人。就输你牌你最撇，哎呀，没得事。平时你打点牌赢点钱，搁那英国业务抠门了。你输点钱，那牌办得啪啦啪的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如果不三缺一的话，哪一个想跟你打？啊？张豌豆，你说清楚，我牌品差，平时家你赢了钱，撇了屁股就走了。我要输了钱，哎呀，打通宵都打哦。哎呀，我的牌品差。哎呀，你来再多，你都要遭报应，你心太狠了，还不够你天空家外家娃娃。我没铁过鸡要玩儿，哎，我和铁过鸡好久生了娃儿的，咋个连我自己都不晓得？哎呀，都是花娘娘，你是打牌打昏了哦。哎呀，那个那个，回去休息了，好，我们今儿都散了哈，都回去休息了。呀，你才打昏了。我又没说铁公鸡跟钢豌豆有娃娃，钢豌豆是没得娃娃，未必铁公鸡跟外县的女人就不得娃娃了嗦。花喜鹊，牌可以乱打，话不能乱说。我跟你说，给我说清楚，啥子意思？哎呀，说就说，既然你铁公鸡做得，哎，我也说得出来。今天早上铁公鸡心急火燎来找王宝去，喊我们王宝去开车到医院头去。他说的跟一个女网友喝酒喝醉了，把人家肚子搞大，马上生娃娃了。到医院头看，那娃娃是他亲生的。